天喜妈妈帮大家完成了非常可爱而且特别的这个发泡定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发泡定嘛，那当然我们要送人啊，或者有时候希望把它再装饰的漂亮一点点，嗯，要交给你了，冬梅老师。那我们今天来包两种包装，是，那我们就分成初阶版跟进阶版，嗯，那初阶版的话呢，就是其实很简单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是，你只要用少少的包装纸，嗯，简单的盒子就可以做得到，就视觉上很厉害，对，做起来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好，可以吓人的，可以吓人的，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是在包装材料行，是，那我这次选的呢是这种透明的盒子，嗯，那因为我们想要让泡澡定可以那个让大家一看说，哎，我里面的东西，是，对，所以我选了一个透明的盒子，好，那透明盒子我帮你折，好啊，嗯，那透明盒子组合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用一个包装纸来帮它做一个简单的包装的动作，是，那因为我要放一个泡澡定在里面，那我想要有一个东西托在它底下，看起来就是有蓬蓬的感觉，嗯，会比较澎湃一点，对对，那所以呢，我会买这样子的纸丝。哦，这是现成的，啊，对，这是现成的。我有我们家的那个有没有？嗯，废纸处理机出来就这样，啊。对，所以如果不想去买现成的纸丝的话，嗯，你的那个碎纸机出来是长条形的，你也可以用。好，那纸丝呢？准备好之后，你就稍微把它塑个形，对，塑个形，不要太毛毛的。看这手势，很像我们在做袜子娃娃，真的吗？塞棉花的感觉。我想学袜子娃娃。嗯，好。在里面是好，然后这等一下看起来就是背面，所以等一下肥皂就是放在这个正中央。了解，我们先选一个，哦，鸵鸟蛋，对，它看起来像鸟巢鸟蛋的感觉耶，然后被包覆的很好的感觉，厉害，细心呵护的心意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，包进去之后。好，然后这包装纸，我们通常拿到包装纸，我想说，我要把整个包起来，嗯，哦，其实不一定，因为我要让内容物突出，嗯。那我们就拿一张包装纸，那这时候包装纸呢是只有测量它的盒盖是捏到底下的长度，了解，哦，我只要这样子帮它包装起来，哦，嗯，OK，嗯，就感觉它有一个窗帘盖在这个地方，这样的感觉。那刚好这张包装纸就很可爱，它前面有一个蕾丝，就好像那窗帘。嗯，了解，那我们就直接先用双面胶固定一下。那固定的时候，你只要大概不要粘到那个蕾丝，对对对，因为会看到下来，差不多前后各一就行了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把它捆绑一下。那如果我找不到像这样子前面有那种蕾丝感觉这种，嗯，要拿什么来装饰它？其实你也可以真正拿，比如说纸蕾丝，嗯，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纸胶带哦，你可以配颜色，比方说你现在有一张，喜欢的包装纸，是，欸，那你看看你的纸胶带有没有跟它搭配的，可以一起运用，对对对，你可以运用，你就比如说就是直接像它的位置一样，嗯，把它固定在窗帘这边，大概把它盖上去，好，固定住，哦，所以你测量也很简单，就是盒子的宽度就好了，真的像一颗很漂亮很高级的蛋耶，这样就好了啊，还没呀，啊，我以为这样就好了，没有，因为刚刚我只有稍微贴一下，嗯，让它掉下来，是，对，所以呢我们再把它捆绑一下，那捆绑的时候你如果有缎带也可以，就手边有的材料就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就用拉菲草，那也是买得到的，对，这也是买得到，就是包装材料行就会有的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就用很简单的十字的固定法就好了，嗯，好，就是先从头上来，然后在下面旋转，旋转一下交叉，可是我小时候，嗯，很常用这种技巧，很常用这种技巧，对，它都快孵出来了，对啊，孵出，可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很像精品店在卖的，对啊，那你如果刚好比如说你要是送朋友有什么小卡片啊，你就是再把它小卡片挂在上面，上面，嗯，你看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嘛，对呀，啊，礼物要包装，对，都要装起来，今天有押韵呢，真的想好久，想很久，是，这样是第一个包装的方式，对，简单版就完。其实妈妈，我刚刚忘了问你哦，像我们这样做一个发泡锭，大概需要多少成本？成本哦，嗯，要不要10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嘛。嗯，然后你看经过包装，它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英国 L 牌？对，你就卖300。我想说卖一排就好，我的愿望。可是你看嘛，一包装那个身价都不一样。对，好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一种。好，那进阶的话呢，就是我准备了这种小盒子。那这种小盒子就是我们一般那个西饼、面包或者杯子蛋糕。杯子蛋糕，那就在烘焙店就可以买得到。了解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下面会垫一个纸丝，因为你东西如果就是整个卡在里面，就是可能会
会看到有点土。嗯，对，有点土。对，那紫色的话，你就可以看你喜欢什么颜色。好，稍微塞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呢，拿这个纸丝，是哦，你就是拉扯一些，就是差不多刚好的那个 size 放进去，是先包一包。嗯，它摆一下就高嘞。对啊，松松的放进去。因为你要包礼物，就是要让人家看到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泡澡锭啊，或者是你自己做手工皂，都可以这样包。我们做一些可爱的小旗子。然后呢，小旗子的做法就是，牙签它有一边是尖的，好，那旗子的顶端不是都会有一个圆球吗？对对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保利龙胶。好。圆球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圆球的孔是多大。那有时候你放进去，它可能会有一点跑出来，你就看它跑出来的这个长度大概多少，你先稍微修掉一点，甚至就是尖端修短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尖端稍微呢，就只要一点点胶就好了。嗯哼，对，不然等下会挤出那颗球。一点点就好了。这样子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把你的小珠子放上去。嗯哼，好，那你就固定圆珠。对，你可以先把它摆着，让它干。放一下，然后呢，小珠子让它干的途中呢，我们就来做它的那个旗面的部分。这边有很多的纸胶带，那其实现在文具店都很容易买到各式各样纸胶带，那也有台湾自己做的，然后也有进口，都蛮漂亮的。嗯哼，你在做小旗子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比如说你要方形的旗子，或者是你要三角形的旗子。都可以，对，你都可以自己剪中心点，剪一小段，嗯哼，好，在中心点的地方贴上去，粘起来。你看那儿童餐不是上面会有小旗子？哎，对耶，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就是把它对半贴好就好了。对，对半贴好。好，你可以搭配一两只不一样的旗子的形状插在这边做装饰。那你如果你的是手工皂的话，你就是直接戳在它身上就好。嗯，那如果像泡澡垫的话，因为它干燥之后是硬的，你戳下去它可能会裂开。那我们可以用纸胶带粘在旁边，或者是插在这个纸丝里面。嗯哼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你的包装外面，我会想要做一个好像徽章一样的一个缎带花。嗯。好，那你这个缎带呢？缎带花你想要配的，如果是单色也可以，那你要混色也 OK。嗯。好，那我这个是混色，那可以顺便跟大家讲一下那个配色的原则。是。比如说我要做粉红色系的，我就把粉红色的好朋友他们找过来。白色吗？对对，白色，然后有带一点白的粉红。然后还有粉红，它本人，所以大概需要三条，大概需要对，然后是直接乘以二。好，那看要你的花瓣是要多少，你就是那个双数就可以了。我们在放的那个顺序就是，比如说白色、花色、黄色，哦，然后再来白色、花色、黄色，就是照那个照它。它们叠在一起吗？对对，因为它等一下翅膀展开的话，如果你是一样的在旁边，你就会看到连续一样的色块，比较没那么漂亮。那你稍微把它对齐一下，把它整理一下。对，它的长度有没有说大概什么长度？这个长度的话大概是15公分。那做起来的球呢，会是就是你的手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在做球之前也是一样，只要缎带有剪过的地方呢，烧一烧，对，一定要烧一烧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准备针线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你注意哦。嗯，你先把大家都对齐之后，先对折。对齐，先对折。对，你要找到中间点，对折了之后，那你刚刚针线已经穿起来了，从中间穿出来，嗯，就是你这个地方穿进去里面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呢，找中心点出来。嗯哼。好，出来之后，因为刚刚后面有个结，我的正面也要打一个结，我先把它圆心做固定，这样你等一下你的花材不会就是不平均。是，中心点要先抓出来。对，中心点抓出来，在正面打一个结。在它的正出来的那一面打个结。对，这个结呢就是要正好在这线上面。哦。对，好，然后呢就慢再做展开的动作。嗯哼。你展开的时候呢，就是让它是平均的展开。比如说正中央的那一条，就是先做成十字状。嗯。好，展开之后呢，刚刚这个线我们已经打了一个结。对。然后我为了让它这个角度就固定，所以我要在它的左右两旁。做个平针哦，所以这是固定你那些展开的角度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它才不会歪掉。那你就有点类似像一个订书机一样这样子。所以你在固定之前就要先把那些角度都调好。对，你要先调好，可以先看准那些角度。好，这样子就不会歪了。大概在这上面，就直接在上面走线，走个两三针这样子就。
好，那我们中间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把每一角都折进来。那你每一角折进来的时候，你如果想要它是平平的，你就直接平平的对齐，是折进来就好。那你如果想要它是很澎湃的感觉，有点圆滚滚的，你就把它折成水滴状。哦，有点。对，水滴状意思就是抓进来之后稍微扭一下。嗯哼。好，那你就是一手抓缎带，另外一手是负责固定。嗯、好，那你看。每一个都这样子转，它转的时候会稍微往旁边偏一点，好像会挡住别的缎带、嗯。其实没关系，因为它等一下就是别的缎带在弯的时候也是，哦，就是会有对一样的路，然后会有它的空间跑出来。嗯哼。那你如果觉得一开始做这么多角不好抓，其实你也可以先试试看，比如说用两条缎带，就是四只角来试试看、嗯，这样会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先抓到那个成功率会比较高。对对对对。对，你要压紧的，不然脚一下子就滑出去了。最后呢，大家会变成一个圆圈圈。嗯、好，那这时候你就是拿这个针线，刚刚留在后面，就把它穿出来。是。好，那这时候因为这边的缎带就非常多层，就是要很小心，因为它很厚，很厚，不好缝。那你如果弄不下去，就是用每次都用人家的桌子这样戳出来。好，那你如果拔不出来，你可以用钳子。那如果你没有家里没有钳子，你就拿一个夹子，嗯、这样拔，也可以当钳子。哦，散开，对对对。那就是这个地方多缝个两三针、嗯，也是跟我们刚刚固定中央一样，就是有一点每一个角都有固到。好，那你做好圆圈圈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打一个结，嗯哼，就完成了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的那个缎带花就完成了。是的。那完成之后就开始做组合动作。嗯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小盒子是，可以放肥皂。嗯哼，放进去之后呢，的塑胶袋。塑胶袋是整个把它罩住吗？对，整个把它装进去，这样你上面因为零件其实很多，才不会东一个西一个。东跑西跑。好，让它掉进来。嗯，好，那你刚刚的小旗子。嗯哼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束带把它先固定起来。好的。好，你可以上面可以故意折一下，有一点波浪。束带。嗯，这边有一些那个就是拿来绑的袋子。哦，那我配了麻绳两个颜色。嗯哼。哦，用麻绳就是感觉好像很天然的样子。然后呢，珠珠链让它看起来比较华丽。好，那我大概剪好一个长度，是我可以打结之后垂下来的长度。嗯哼。好，那不行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的这个花呢，我们先把它们固定在一起。嗯哼。好，那就是要用针线稍微把它固定住就好，有一点好像捆绳子一样，就把它折这里，然后针线就是绕过它们，跟我们以前做那个法术的时候很像。哦。对，用那个松紧带。感觉用那个线把它这样来回的捆住，绕一圈这样子捆住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捆住了，好，可以把它绑上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这样就差不多好了。那因为刚刚我们前面在缝的中间还有一些线头，嗯哼，那你可以买那很可爱的小贴片，哦，再把它贴上去。对，你把它贴在中间挡住那个线，嗯哼嗯哼。那这就用黄叶龙胶的，黄叶龙胶在中间涂一涂。然后你让它放在那里，不要去动它，过几分钟它就会干了，不会掉下来。这样就固定住了。对，这样固定住。那就好了耶。这个就是今天的豆皮老师针对今天我们这个发泡锭，嗯，泡澡的发泡锭做了许多的包装示范，无论是像鸟巢造型，或者像这样的很可爱的礼物造型，大家回去都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，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当做一个小礼物，也很有纪念的价值。那今天两样的作品呢，详细的做法以及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部分，一样请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皮革帮网站搜寻赖普乐生活，就有非常详细的资料分享了。再次谢谢豆皮老师，谢谢我们的天使妈妈，谢谢。